麦明斯今日为新剧试造型，戏入边难得俾法律系毕业嘅佢日常做律师嘅滋味。可惜 Louisa 正喺度箍牙，佢怕黐脷跟念对白嘅时候会非常辛苦。其实我就未做过律师嘅，咁同埋另一方面咧，就因为我啱啱开始箍牙，所以就有少少担心，即系对我嚟讲都系一个挑战咯。系可能要讲比较多对白啊，同埋要比较厚黐脷嘅，咁我暂时有少少黐脷跟。都会尽力练嘅，系啊，好尽力噶啦。我而家有尽力啊，但我觉得尽力练讲嘢之前要练咗。你要练咩咩先啊？唔好咬亲自己先。系练唔好咬亲自己，同埋要练咬食嘢咯。因为我发觉原来食嘢都系一个。讲对白事少 ，Louisa 担心开始箍牙之后，异性缘亦会受影响。即系而家同人食饭咧，就好似对方会好似同一个 B B 食饭，即系食啲豆腐啊、糊仔啊，同埋可能食下啲嘢会唔小心喷咗出嚟啊。所以我觉得呢排都会影响我异性缘咯。系啊，即系好尴尬噶嘛。即系如果你同个女仔食饭，食下佢喷啲嘢饭出嚟。